电量不足，电量不足。所以，我才不喜欢你们这些人。思考不讲逻辑，毫无合理性可言。太乙博士，小扎的情况很麻烦吗？以他现在的力量，驾驭不了火炼机神的三头八臂，强行发动，最后的结果就是自取灭亡，导致灵珠的关键核心彻底损坏。老爷子，那你有办法修好吗？好。修不好了。什么？十秒开启基因宇宙第一团队闯关活动，虚拟现实，长枪、双枪、权杖、长剑，四道武器任凭选择，快来链接意识，进入虚拟空间，与队友一起体验活动吧。一旦把自我意识传进虚拟空间，人的身体就会毫无防备。哼，怎么，你小子的身体就会比别人金贵？玉帝先生，来一份蛋炒饭。厕所厕所，憋不住了。蛋炒饭？他们进去就是一整天，开门做生意，我当然要准备些吃的。也就是说，人可以随时回到现实。你自己想吧，反正用户这么多，我也不差你一个。为了封神金木，我看你是第一次，特意帮你检查下设备。好了。好警惕的小子，看来得再等等。思维连接活动开始。这里就是虚拟空间。欢迎来到虚拟现实，请选择你的武器。长枪、双枪、权杖、长剑，双枪吧。队友匹配成功。大家听着，我是高手，这把我来指挥。姑姑，刚刚队友太弱，只能从头开始闯关了。兄弟，你这造型好帅，好特别，哪来的？天生的。战斗开始。我来顶住，你们找机会。看我，天地化盾。狂雷击。你怎么还愣着？不会吓坏了吧？原来如此。看我，狂风之息。哇！听说这次活动有封神积木的线索。对，最近传言满天飞，说总名次前十就有。哦，我队友的徒弟的邻居的舅舅就是活动策划，他说是真的。这比真正的战斗差远了，不到前十不是问题。喂，你这人冲那么前干嘛？完成了。什么？太乙博士，你不是说修不好了吗？机械就是这一点比人类方便，有修不好的零件，那就只要换掉就好。
得这么简单，你刚刚故意吓我们是吧？不，备用零件已经没有了，之后他要是再胡来，那就是真的彻底报废。老爷子，用其他仿生躯体的零件不行吗？你以为灵珠是什么？普通零件根本没用。这里是……对了，杨天呢？真是毫无逻辑，比起自己，居然更关心别人。哼！李小渣。喂，别再乱跑了，听指挥啊！活动结束。又是这样，这都第几次了？不管我怎么努力，就是赢不了。你还是新手，这很正常。一群猪队友，什么忙也帮不上，只会拖后腿。哦，是吗？不然以我的技术，这么久了，怎么可能还是200名？你的枪法的确超群，六亿用户里根本没几个能比得上你。嗯，我有自信，虚拟现实里不会有人的枪法比我好。或许吧。可这虚拟现实可不是一个人的世界。白鹤，喂，你把奖励都独吞了，我们怎么提升啊？以你们的能力，把奖励给你们也是浪费。你就算你很厉害，可到了后面的关卡始终要帮手的，就你一个赢不了。分你们奖励，我更赢不了。行行行，你最厉害，我不奉陪了。你小子觉得一个人独占所有的奖励就能无所不能？奖励就这么多，要是分给他们，我不可能有刚才这么强力的实力。可实力再高，你也没办法一个人取胜。相反，有我在，飞翼加速！我可没遇过这么靠谱的同伴。小子，他们几个名次可都是500名以外的。啊！在你的世界里，所有事情都只能由你来完成。这是因为我有能力。不。这是因为你胆小，从来没有相信同伴的勇气。每一个人都有他该发挥的空间。这活动，一个人可不行。玉鼎先生，我要知道，不，我想知道应该怎么做。把你的双枪丢掉，去体验其他角色。这样从头再来，不是更浪费时间吗？小子，想成功，就听我的。找到风神小队了，醒来吧。既然和我一样流着虫龙的血，你就绝不允许战败。李小渣。李小渣，李小渣，李小渣，李小渣！你发什么呆？出手啊！哦，好，看我，狂雷击！这也能失手？你也太弱了吧！你，抱歉，我第一次体验这个角色。
没事，我一开始也这样，专注点就行了。啊，加油，我还顶得住，再来。我知道这个角色，来，我教你。关键是最后时刻，眼看前方，腰要绷直。嘿嘿，好，我试试。看我，狂雷击！哦，不错嘛。谢谢。小心！就是现在，大家上！看我，狂雷击！好，再接再厉，冲！当然要浪费时间，不然我还怎么动手？一直把这当个人标志的你肯定不知道吧？它可不是普通的印记，哼，而是开启四次元空间的封印。身坐宝山不识宝，说的就是你呀，小子。